那不用雕吧？没有。以后经常互相帮衬哈。没问题。来，我老弟，我跟你讲讲，我老弟介绍过来的。然后我，因为我老弟的人品，我这是没有一点点质疑的啊。然后我老弟介绍给二姐的，那我相信糖糖这边的人品也是很好的哈。咱们都是做生意的，然后讲的就是诚信，对不对？然对。后你如果是有需要，找到二姐这边来，然后你就去看得起二姐，好不好？二姐绝对在那个品质上面，就是你可以放心。然后你到南阳这边来，你也可以打听，我这也是在玉石协会当了一个挂了一个副会长的职位在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就说做一些就是有损我自己的颜面的事情，哎呀，是不二是？姐，别说这话了，你再说咱们都见外了。本来都关系都对。这么好，咱们再说好像都生分了啊。行了，咱们不在直播间是，谈生意，咱们不在直播间谈生意，好不对，好？再谈生分了，等会我都把做那不个到。他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放给你，好不好？你们等一会儿谈了下播之后，你跟他私聊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行吧，二姐，好不好？好反的，好正的。我这么告诉你啊，今天咱们直播间人不多，对吧？才2000多个人，知道吗？我们直播间所有人都是非常相信二姐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对了，给我打个对来。我只想问一下，因为我在我老弟的直播间，就是上次老弟的家人找我这边，就是要了这些镯子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如果是直播间的，就是这些家人嘛，你觉得相信二姐的，然后你就打个相信，好不都好？在然后打给对，二都姐，在打对，都在刚，打对。哎，对，给二姐有一点点就是底气，然后让糖糖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啥呢？就是给二姐一点存在感，你知道吗？啥底气啊？不要存在感，你这弯弯绕绕的，真的。我老弟，我跟你讲，我老弟就是这么的理解我。嘴损，你知道吗？嘴够损啊！行，那就这样好吧。你去跟唐唐打我把消发给你，你去跟唐唐聊好不好？行吧，好的好对，的，晚一会儿我下播了，然后我把我要的那个东西图片什么的我发对给你你把看看，尺好寸吧？要什么尺寸要什么样对子，好对吧？你对，跟他谈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感谢直播间的人对就是二姐的相信啊。感谢感谢，那我就先下了，好不好？行，你去忙好，啊，对，去好忙的好啊，的，拜拜。好，糖糖，咱有时间再见啊，好，晚上咱们再那个聊啊，咱们好聊，的好的，好，拜拜，行，好，拜拜拜，拜，祝你们合作愉快啊，拜拜。谢好的，谢，那彭少咋整呢？这回扣这块儿，我给你安排点儿，没跟我扯淡。我给你安排点儿。你要给我安排，别当着直播间这么热，我这边2000多人，那边1000多人吧，三四哦，千人，对，人你当多着你直播间我三四千的人跟我谈回扣，我彭上的脸面都没了啊，家人们啊，下我就是次想要我也不敢要了啊，家人不要，我就是想要也不能要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没事没事，这反正就是说我只是跟你们介绍，你知道吗？但是，就是各方面你自己把关，好吗？谈谈好吧，自己把关啊，这个你也不是说是。不经世事的小女生，对吧？你自己也做生意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然后我到时候我私下跟他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行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好快点好，拜，那挂了啊，拜彭拜，超，拜拜，谢谢。要把糖糖送给彭少。家人们啊，我跟糖糖啥都没有啊，家人们啊，啥都没有，好不好？我只是他今天找到我就顺便跟他介绍一下，知道吗？其实没有啥啊，家人们啊，我放心，我不要任何提成，也不要任何的回扣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了提成，要了回扣，你就担点责任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懂这个意思吗？家人们，我不想去担任何责任啊。糖糖大宝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糖糖属于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，你知道吗？一清二白。你要找我帮个忙，对吧？又没多大事儿，就介绍呗，对吧？顺水人情啊，家人们是个顺水人情，举手之劳，对不对？来，说家人们来给彭少把赞赞点点，好不好？把赞赞点点，好吗？家人好吗？没点关注。没点关注，点主页加关注，好不好？没加灯牌给彭大花1毛钱加个灯牌。咦，我是换号了哈。
我是换号了，我说怎么才三万多个赞呢？刚才连麦那个阿姨还没说完是吗？那阿姨说的话我不是听得很懂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不是听得很懂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们别看那个女生，你们就，家人们啊，别这样啊，我跟唐唐啥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啥都没有，清清白白的啊。哎，我怎么放成音乐了？哎，彭少，别你那个糖，他会害你。家人们啊，是这么说啊。你只要不跟别人发生利益冲突，知道吗？不发生利益往来，谁都害不了你，懂吗，家人们？嗯。还把女儿送到我公司来上班，医科大学的应该是去医院呢，一般都是，应该都是去医院呢。我这好像不是很对口啊，家人们。医科大学毕业不应该去医院吗？彭少不要经常跟唐连麦，家人们啊，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别人连我，对不对？我不能不连呀，对吧？我说了，谁连我都可以，知道吗？谁连我都可以。咱也不是什么名人，对不对？把自己端的那么高，对吧，家人们？谁连谁想连都可以连，知道吧？现在一大没关系不好找工作是吗？我也搞不清楚，他们这个专业我不太懂啊。您那玩一下没事啊，家人没事啊，好不好？对对，咱们格局都放开点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格局都放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家人们，咱们我不知道干啥了，知道吗？要不咱们早点休息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，家人？好不好？我要下播了，咱们都早点休息，好吗？行不行？喜欢我俩幽默搞笑，我们是聊天没有不用，我们是彼此聊天不用设防，知道吗，家人？不用设防这样聊天，很轻松，对吧？嗯，行，那咱们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我就下了，好不好，家人？好不好？拜拜拜拜，晚安！感谢你们给彭少点赞，感谢你们给彭少送小心心、送灯牌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啊，辛苦了，家人们，拜拜拜拜，下了下了啊。